今年咱们国家最火的就是哈尔滨了，就是东北那旮瘩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年用这个红红火火的网红服饰，想让我们这个冰上龙舟赛呢，有一股热火朝天的气氛。本次我们降龙冰龙舟队采用了汉服作为我们的出战战服。 大家都知道呢，我们的这个汉服呢是最近几年来流行的这种传统文化，服饰，它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全世界都很流行，马上呢要进行过年了，红色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喜庆的颜色，我希望呢，穿着我们的这个汉服，我们齐心协力，能够在本次龙舟比赛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。